没有看到，share screen，OK，yeah，I see。你看到了？我现在给你一个新的啊。所以得慢慢用了，慢慢用这个。对呀，我们自己都看不见你啊。这个用。这个学会用这些玩意儿。 对啊，你想，比方说，你看这个今天这个市场是吧？今天市场没什么可说的吧？今天我的油的市场，这个油的市场，连续这一个月来啊，连续四个礼拜一，总是在礼拜一报这个疫苗的这消息，对吧？对，总是报疫苗的新闻。 对，第一次报疫苗的新闻的时候呢，这个股市就像吃了叫伟哥一样的，就使劲就挺上去，对，一下子从350点涨到700点，然后到1000点，然后涨1700点，10分钟之内就解决问题了，对，然后呢，你一开门就没得涨了，就是那么多，后来呢，就波动了一下以后。 从1700点后来掉了一半，掉了800点，对，是吧？后来800点接尾嘛，就是这样。但第二次疫苗出来以后呢，就麦当劳这个疫苗出来以后，他说我这个也是一样，对吧？效率也是95%以上，对啊。然后呢，这个道琼指数呢就只涨了，500-600点，对吧？对。第三次呢，报疫苗消息以后呢。 就涨了2-300点，现在呢，报疫苗消息以后呢，一点都没涨。你看今天早上，一开门的时候是道琼指数涨了掉200点，现在呢掉160点，就是除了这个股票叫麦当娜股票本身以外，这个股票本身呢现在涨了10%，对吧？ 当然，这个股票呢，你买肯定没得错，因为什么呢？他老是制造新闻，呵呵你知道吧？搞疫苗的公司多得要命，对吧？大家都在蒙着干，对呀。但是呢，这个公司呢，就不单单是干会说，并且还在股市里面套现。他每次呢报的新闻以后吧，他个内部的人呢就把股票卖了。每次报结果以后，他自己就把股票卖。 那么，他自己本身也就在炒股票，对不对？对，你说他明摆的事情，像这种都是明摆的，就是炒作嘛。对，所以呢，你跟着他炒，就跟那个美国的股市一样的。对，这个川普呢，当总统对股市有好处的在哪里呢？他也在操纵股市，对吧？他看到股市掉的时候，他说大家买，对吧？ 对，他看到股市一涨的时候，他说这是我搞的，还会再涨，你知道吧？所以这样的话呢，你买个股市，如果有川普这种人呢，你投美国股市就比较安全，对吧？对，就比较他不想让它跌，但不能让它跌，对吧？对，一跌，因为他把股市就当他的政治，对吧？对，股市就是他的这个抓经济的一个表现，对，就是什么东西都说不清楚。 一个是就业，一个是股市，他就是这两条，他什么只是他的什么都不用管，但是呢，作为这个民主党这个总统一上台，对吧？他会管，他可能会关心老百姓生活，他也会可能关心，可能民主党上不了台，我这个拜登够呛，不，你听我说，拜登他搞的跟股市。 没太大关系，他不会关心股市，关注点不一样的，对，对吧？关心的是政治，对吧？对，关心的是公平，他想做的事情，对，而且他们党里面想做的事情，对吧？而不是说股市要怎么样，因为川普呢，就是把这个股市当成他的政绩之一，对吧？对，他的工作，对，明白没有？他说这些。 年老的人说：“我给你股市涨这么大，你年老有钱了，对吧？对，退休金有保障了。”
所以这个老百姓死活没关系，死几十万人没问题，对吧？但股市一定要涨，你知道吧？这个很正常的，这个你在这里，因为老百姓呢，这死人呢，对股市有好处，对不对？他说就把那些这个那些叫失去生存嘛，把那些弱者淘汰了，然后呢，国家的负担轻了。就是不是就是这个国家可能可以轻装上阵了，他就是这样。对，你说这个都是就是什么什么人权呐、啊，什么人身安全呐、啊？你说美国人就会炒作在哪里呢？如果美国一个人在国外死掉了，对吧？那很死一个那就不得了了。那是。那每个那个总统也好，对，外交就国务卿也好，对啊，政治家也好，每个人都要去说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几个亿的人死了一个人，就是每天就是炒作。但是呢，现在这个疫苗几十万人死掉了。对。Nobody care, who cares? Who cares? 那这个他说这不是好事，你知道吧？这不是我搞的，就是天灾人祸嘛。嗯。明白没有？对。所以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言归正传，今天跟你讲讲，我刚才讲了这个今天又是星期一，对吧？每个礼拜一基本上都有疫苗的消息，对吧？对啊。现在就是疫苗的消息能不能够就像大鸡血一样的，能不能把市场冲上去，这就是人们关心的问题。哈哈哈哈。如果要看我们这个，那就是要看你在讲这些事情，对吧？现在人民关心的事情就是第一，到底指数涨不涨，第二，美元跌不跌，对吧？第三呢，就是比特币再继续是不是冲高峰，对吧？对，如果市场呢在目前这种情况没有大的波动的话，那比特币它就会继续往前冲，对吧？因为现在黄金都天天掉的，我跟你讲，黄金都掉得很厉害的，对。所以呢，现在要看的是这个，因为现在还有一个事情大家要知道，就今天早上呢有一个中国股票涨得非常厉害，叫 China Automotive， 这个股票呢今天早上一天呢就涨60%到70%。我操，这中国人比较能干，你知道吧？中国人不是在这里的，我知道，这我记得有一天中国人能干到什么程度？这个股票呢？我给你看，两个小时之内有一只太阳能的股票，中国现在已经涨了90%了，翻倍了。那我刚看的时候，你看到没有？哪一只股票？你能看到这个图纸吗？Share screen 了没有啊 ？Share screen 是有，但是我太小。现在已经，你看今天早上就翻了一倍了。翻了一倍啊！我看一下啊，是翻了一倍的。China Automobile， OK。看到没有 ？EECS OK， yeah， 看到了。哪一个？他这个中国人很能干的，就这个比老美要狠的。对。我有一次看那个股票叫什么？我现在我查一下啊。就那个股票，你知道，两个小时之内从这个我得查一下太阳能的，它属于太阳能，你知道？太阳能，那你知道它狠到什么程度啊？两个小时之内，你知道它涨了多少？涨多少？你不可想象的，就是这个那个股票叫 SPI 是什么玩意？就是应该是 SPI。现在你看那个 SOL 还是 SPI？这两只股票之一吧，反正是就是 SPI。现在看今天这个，我知道，这个 Automotive 呢，你知道那个大家都搞了个 Tesla 对吧？对。然后大家都搞了个什么 Neo？ 今天可能是想了，大家是不是想这个？因为这是炒的热点股票，你知道吧？那得做热点呢，你不做热点你怎么能赚钱呢？对啊，热点才能有资金吸引。做热点你要是把握得住啊。这个那只股票我还没说呢，这些都是小股涨了100%啊，都是小打小闹的。你知道那只股票牛到什么程度啊？两个小时之内从不到4块钱涨到40多块钱。这个也是两个小时啊，你看。
那个是从4块钱涨不到4块钱涨到40多，2个小时，那个很厉害，十几倍呢。你这个百分之倍，我跟你说，这中国人做，你知道，然后呢，不到当天的话呢，就跌到个几块钱了，跌到个十几块钱了。对呀、啊，也就说呢，这个，你知道这个股票就是一张纸嘛，只要你控制了绝大部分股份。你先让它3块钱涨到40多块钱，2个小时就涨上去了。我的天哪，他妈的！但是他能出了货吗？那个、这是那个比那个打牌那个强庄更厉害啊！我的天哪！我到那一天我看到我就不我都不好意思了。我操！我一看我挣了30%，我就跑掉了。哇他妈的2个小时涨到40多，我操，这涨了10几倍呢！那涨了十几倍。不过一般的讲呢，我看到这个美国这个股市啊，他一讲呢就是猛着涨，对吧？那涨都挡不住，对吧？但谁也不知道这个水有多深，这个天有多高啊？哎呀，这些是不是操纵股市很简单的？你有钱还拉不上去吗？关键你把它拉上去，你要有那个胆量。你要拉上去以后，你怎么出？我跟你这么说吧，庄家一般怎么想呢？庄家一般的想法，他要拉高个，你比如说他拉高个3倍，然后呢，他真正出货的这个时间呢，大概在2倍到1倍之间，因为什么呢？跌一半就有人来抢，所以他要把它拉得高高的，高高的，但是高高的他出不了货，你知道吧？高高的他麻烦的，这个做庄呢难在哪里啊？难在出货上。你拉高这个东西太简单了，有钱拿拉不高呢，对吧？嗯。但是你要想把货给人家，这就得有水平了。你说这些机构，这些散户可能降一半，他就开始有点抢的味道了。但这机构他不傻呢，说就没有机构来接盘，你光那几个散户，你能接多少呢？对吧？对。所以呢，就是说这个。一般它是要拉高了以后，然后再退下来。真正退下来的地方呢，那么它出货就是两个地方，一方面呢，那么靠着大家跟庄，哎呀，一看这个股票很，你比如说今天早晨这个股票涨了70%了，然后唰唰唰，有的人跟上去，然后呢这就跟庄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就是叫捡便宜，然后我跌了50%了，你还不来买点，对吧？对，所以呢，就是说，他这个真正的这个，出货呢很难的。这我说句实在话，做庄容易出货难。你能把这个货让人家在高处接了，你的这是水平的，对吧？他当然得配合一些消息什么乱七八糟的。对呀、啊，就关键问题是，对呀、啊，你现在就是现在。就美国的市场这么大呀，他不怕出货不了啊？哎，美国不行的。我说句实在话啊，美国是这样的，美国的市场流动性，照着中国差远了。我中国和美国的股市我都在做，最差的是加拿大的股市，你这个出不起货，他没有人，没有流，没有这个，没有这种没有流动性的。你在美国，在这个美国稍微好一点，有点有流动性。加拿大这个股票直接就，哎呀，我说实在话吧，你买了以后你放了，有可能几年你出不去的。像中国那些股票，那流动性太强了，中国好几亿人炒股呢，好几亿是吧？那至少好几亿，好几亿人炒股，所以你买什么股票，它在当天很容易出去的。这就有流动性，你知道吧？像这个美国的股票流动性就稍微差一点了，然后这个加拿大的股票直接就没有都是流动性的。你买加拿大的股票，你就准备涨股东吧，他这个东西都没人买，你啥办法呢？是吧？所以为什么呢？就是在这个加拿大加拿大和美国，特别是加拿大，你这个为什么必须做热点？你不做热点的话，你自己就手里弄了一大堆的股票，他也不知道哪一年他能涨上去，所以这个事情比较麻烦。
做美国股票，美国股票的流动性可以，最好的流动性是中国股票。我说句实的话，这个做的方法也不一样。加拿大的股票呢，就是说这个做庄的呢，它一般都弄上这个买和卖两个点上，它弄上一大堆你的在股看什票。么？你讲我的东在。西大家就听不见了。哦，听不见了。对，你说了半天就是自己在说。我是说加拿大的这些东西呢，那你么现在是讲加拿大的什么股票？现在没抄美国的股票、中国的股票、中国概念股票涨得很厉害。中国概念股已经涨了快1年了，哎，所以年你现初，不是现在这个东西又在涨啊？年初的时候我曾经推荐过两个板块，一个是中国概念股，一个是油气嘛。尤其就是年初的时候，我说这两个板块是在这个涨了十几年的这种市场当中，没涨的之一，没涨的两个地方。这个，因为中国概念股呢，它始终没起来，有起来就是说，大家都感觉到中国人造假太厉害嘛，对吧？所对对，以这个，我跟你讲啊，中国人说造假嘞，那肯定会有的，但是对，呢，造假的水平没有老外高，对吧？你那个造假搞什么东西呢？你跟老美是没办法比的，因为人家过起来都是冠冕堂皇的。你说这个什么这个财务报表都是 CEO 那 CFO 做得漂漂亮亮的，都是他的按照他的意志来的。这会计都是听他们的，你说对，哪他个东西是他想赚钱呢？他这个报表就很好，他想会计别制人度说也他不们一做的样不呢。好，他们都是心里有准备的，你知道吧？对，什么叫中国人造假？中国人不会造假，他造假一造就被你发现，啊，水平不高，啊。他这个实际上是这样啊，他因为中国人，他专门美国还拍了一个片子，就是中国因怎为你么，是在别的地方啊。对啊，你是在别人的地方啊？你这个对。股市里面，你说都是真的，哪里？假的都是真的，真的都是假的，你懂吗？真真假假，谁也搞不清楚。唯一能搞得清楚的，你要搞清楚，那就是股票的价格的变化，你明白没有？啊，股票股票每天涨都了在大家变都嘛，去，股票掉了大家都跑，是不是？这这就个是真的啊，其他的什么都是。其他什啊，么都都是是口假碑，的，啊，其他不是这个价值，长远来讲，你这价个值不的讲呀，价对呀，值是那不你要行慢慢分析，就是还有一个股票，就像你的。要分析价值在那里，这个股票是个好公司，现在跌得很厉害，你要90%跌了，那要就是死掉，对吧？对，他死不要就是掉百分的呢，之十死不死掉掉他了，就就会，是百分之十的钱吗？对他如果啊，不是死的，我就是故意操作的，还能活，他可能会涨100%，那不。不是那一很简百，单的，对就啊，翻几倍，对吧？人对，家说所谓的起死回生嘛，你掉了90%的股票，肯定是要就是死，要就是活的了吧，对吧？死了就有这么多钱嘛，你就如对，对。果你就像你买股票一样，90%掉了90%了，你就把你自己的钱10%的钱放进去，对百分之吧？你九能叫吗？十啊，是啊，这然个后如果百，它一涨回去。那不就翻了9倍吗？对啊，10倍了吗？对啊，是不是就这么买呀、啊？那肯定搞死你呀、啊！所以你这专种门办去，法，你知道我以前的时候搞了一个叫华尔街，叫愚蠢基金，就是叫 Wall Street Stupid Fund，就是说哪一个股票就像你讲的话，掉了90%了，我就拿10%的钱，我就5%的钱对，就买进去了，怕谁呀、啊？对吧？然后呢？他过了1年以后，他全涨回去了，对吧？我就专门这个搞个像你这样的一个这个基金，就是任何时候，他只要掉90%以上，我们就买一个5%进去，留在那里，对这是个吧？办法，这是个他要办就法，是死了，我就不要了啊。他要活了嘛，我们就发了嘛，那找到一个就够了。我一个叫我本来在 Global Mail 里面，我搞了一个叫 Wall Street Stupid Fund，Stupidity Fund，
就是说专门是找这种股票的。啊，专门找这种stupid的胖子。对，因为这个人，因为华尔街他也是疯狂的嘛。啊。大家都要卖，大家都卖；要买，大家都买。对。这阳春效应，知道吧？啊。对。谁也搞不清楚，就是说，你这个股市吧，它就是一个，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，知道吧？啊。对。对，它只是个数字是真的，其他的什么都是假的，对吧？对，你都搞不清楚的。这股票就是张纸嘛。对，它就是一个，就你不知道它有真的，但股票呢有唯一的一个好处就是说，它掉到没有了就是。现在连纸也看不见了，现在都是在网上了。原先还有一张纸证明你是股东，现在都是网上了，连纸也没有了。现在纸没有，就是个数字。那就是个数字了，对。对，就是说你有这么多，然后给一个数字给你，在你的账上，对吧？对。然后呢，唯一的就是说你把钱赚了，拿出去，那就是。那是真赚钱。那是真钱。要不拿出去，要没拿出去的钱都不是你的，不知道哪一天又没有了。这倒是真的，如果你不拿出去，这钱永远是永远不可靠的，对吧？除非你什么呢，除非有一种原则，就是说你把自己的成本降成零嘛。对，把自己的成本降成零，然后呢你就现在降成零也现在降成零也不安全了。你那个叫贪便宜的办法。不是，现在你降成零也不安全了，你知道吧？现在这个把这个成本降成零也不安全。现在降低成本也没有什么用了，我跟你讲。为什么说降成零也不安全呢？我给你举个例子。我跟你讲啊，4月21号，不是4月21号，是油的大跌的底部。那么那一天的这个油的价格是负数的，你知道吧？那是。所以现在你现在是想进去的。现在我跟你这么说吧，就是说你这个股票降成零也不安全，还有负数的。对呀，我的天哪！我跟你讲，股票最大的值就是负，就是零，对不对？零，对啊。但是你说那个那个期货除了负数，它就变负数了，那简直是超出所有人的想象了，你知道。我们哎，爸爸现在吃早饭了，我们现在先。停到这里，然后我们再聊啊，再说，一步步来啊。OK， 就是通过这个形式看看有没有发展啊。我知道 ，OK， 不错吧 ？OK，Good，Good，OK，okay, 先这样啊。再见。再见。